亲爱的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堂当中。在父亲节过后，我们这边彰化地区连续好几天的大雨，特别是在半夜。主耶稣，求你，真的是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让我们彰化低洼地区排水系统都发挥功用，让这些地方还有台湾的其他地方都有好的排水系统，让低洼地区不再淹水。主耶稣也真的是保守我们这块土地，也保守在上位掌权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样来用他们的智慧来管理这块土地。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的会众，他们的言耳，他们的心，求神你都把他们打开，你的圣灵降临在这个殿堂当中。主耶稣，让大家真的是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从刚刚的敬拜赞美，还有待会的讲道，主耶稣让大家都预备心来聆听这场心灵的盛宴。主耶稣，我们也特别为着上个礼拜我们的华语堂在我们的教会的成人洗礼当中，还有坚信礼，还有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我们的华语堂有丽金姐妹，还有林珠姐妹，美玉，还有世界，还有浩伟，这些姐妹们，她们都宣在大家的面前当中宣告他们的信仰，求神让他们在他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求神来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庭。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下个礼拜在要去鸢嘴烧来，他们要去成年礼的青少年们，在8月23要去鸢嘴烧来，求神来祝福他们路上的平安。真的是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形，还有一些要攀岩的都是非常的危险，但是神你让我们的领队，让志明真的是会非常的聪明，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保护大家的一切平安顺利。所以说我们也把我们教会其他的许多的事情，包括有身体欠安的，还有我们的学习上，还有我们的工作上，还有我们的人际交往上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都求神你一一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带领我们来度过这一切。因为在刚刚的诗歌当中，你叫我们要安静，要安静，我们要来跟神来面对面，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不害怕，因为神你告诉约书说要刚强壮胆，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都会来保守我们。神也同样，你也要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神你要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你真的是待会保守我们今天的传道，正传道让他所讲的都是大家真的是渴慕需要的，也求你高牧我们讲员的口来保守我们待会的聚会。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你得胜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来念新的诫命。来，北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宣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请坐。哦，还有，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还有吗？好，没有了，谢谢。好，请坐。好，我们接着我们要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2章15到22节。我们第一单数节我来念双数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哈。15，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去两个人去见耶稣，说：主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话，什么人你都不许轻蔑，因为你不爱人的外表。请
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商可以或不可以。耶稣看了采访的人就说，讲到人善善的人为什么是犯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下两个报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个有人来试探耶稣，问他说要纳税给谁，然后真的耶稣很聪明。我们期待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学习神的智慧。那我们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彰化教会的凯恩传道哈。啊，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纪念悲伤，形象和平。我们把时间交给郑传道。